啊，咱做一下勾挂桩的实例，就是手拿起来站成勾挂桩的肩架，垂直坐的时候呢，前腿膝盖前掌离胯后胯下坐，就是手拿起来，注意咱们坐的时候呢，假如两个手啊与远处有弹簧相连，往回拉的时候呢，手回拉有外分，力量是向后向外微微有上提，同时注意肘要撑开横撑嘛，手往回撕的往回分的时候注意脚有下踩，膝盖注意不要软不要瘪回来，别从侧面坐的时候一坐瘪了是吧，一定要把这棱角显出来，注意坐的时候手缓缓的回拉外分，假如把弹簧给它蹬回来，蹬的时候向后嘛向外嘛有上提，把弹簧缓缓的撕开，撕到哪儿？撕到离身体一尺的时候就可以了，不要太近，太近的时候再推，推手过程更用啊，如果撕得太近的话这样就瘪了，手撕开的同时看看分开没有，肘横撑是不是有前后左右上下的力量，所以往前推的时候想要两个手啊如同麻绳缠绕一样，坐在这儿缓缓的螺旋拧转下来，缓缓的螺旋就在你的肩架上，缓缓的螺旋拧转下来，往前推的时候向前有向里缓缓的几何出去，后腿注意有推动感，缓缓的平行的嘛向前推，不要往上飘是吧，缓缓的一向前向里向下几何出去，这时候推到哪，推到离前脚一尺的时候，假设把这弹簧啊再从远处给它拉回来，拉的时候手腕部直接螺旋拧转，直接给它拧回来嘛，缓缓的给它靠回来撕回来，往回撕的时候注意不是你的单一的手往回拉，是不是单一的手往回蹬嘛是吧，尤其你的周身头手身体腿是吧，周身把这弹簧给它撕回来，撕的时候手直接螺旋拧转有外撑，直接外分开嘛，一个横撑嘛是吧，撕开看看撕开没有，只要头位往回靠身体后靠嘛，只要假设往前推的时候刚才说了如同麻那个腕部啊有麻绳缠绕，就缓缓的螺旋给它螺旋拧转挤下来是吧，有人往回拉的时候还可以往前一推瘪一下是吧，这个手沉一下再往前去推再撕是吧，再推这么去搓是错了，手直接螺旋撕开看看，在你的肩架的基础上手的腕部直接螺旋拧转下来，推的时候注意缓缓的向前有推动嘛，拿哪推不是手往前推是吧，就你的腿后腿有往前推动嘛，缓缓的向前有向里几何出去，只要往前推的时候刚才说了离你的前脚一尺的时候就可以了，不要手不要伸直啊，略有弯曲嘛，手回拉外分撕开，向前推的时候缓缓的向前向里几何推出去，注意还一点刚才说了手要往上飘是平行的嘛，往前推出去，